根据英国两家海事机构9号发布的报告，两艘货轮在亚丁湾遭到袭击后起火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。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9号说，一艘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国旗的货轮，当天在距离也门南部港口亚丁湾东南83海里处被导弹击中起火。此外呢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表示，另一艘货轮8号在亚丁西南70海里处遭到不明物体的击中，尾部失火。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两起袭击事件负责。